秀智将离开 JYP 公司。某演艺界相关人士表示，秀智和 JYP 娱乐公司的合同于3月31日到期，将不再续约而转到其他经纪公司。2017年3月，七年的专属合同结束了，两年的续约印章，合同到期的时间已经到了。为了彼此的未来，决定了再见。秀智现在正在拍摄电视剧《船》中，还确定出演电影《白头山》。据悉，2010年以女子组合Miss A 出道的秀智，因组合和 solo 歌手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喜爱，之后演员和歌手活动并行。